哎，这蜡烛怎么吹不灭呀？哎，有了，小卖部去。你快看，我这蜡烛吹不灭。吹不灭？不可能啊！你看是吧？嘴皮子吹破了，你也吹不灭。不可能吹不灭。咋回事啊？给你吧，你自己在这玩吧，我拿个蜡瓶汤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二妞别走啊，还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呀？不是给你吹不灭的蜡烛了吗？这蜡烛能换一个蜡瓶汤？哎，这咋回事啊？怎么吹不灭呀？